黄小华，黄小华，赵刚。呀，哎呀，大美，哎，怎么会是你呢？哎呀，对不起，大美，我走错楼层了，我应该去你们楼下赵姨家。对不起，我走错了。回来。来都来了，我正好找你有点事儿，你给我帮个忙行不行？行，啥事儿你说吧。我要洗个澡。咋的了你？大美啊，这事儿我帮不上你忙，你就放了我行吗？你想哪去了？你过来，我没说完呢。我是这样，我说我想洗个澡，是吧？然后我一进浴室一看，花洒坏了，不出水了，我想让你帮我修修花洒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你花洒坏了是吧？你吓我一跳，你下回你说话你连着说，你别一咕噜一咕噜的。我没等说完你就扶墙了。对不起。就是赖我，那扶墙还扶早了。对，这样，大美，你先去，我一会儿帮你修，好不好？我在这等一会儿。等啥呀？啥意思啊？你就是每次要帮我干点活之前，得先帮黄小黄干点啥是吧？没有。啊！你看你，啊、我怎么会帮黄？我不是跟你说我走错楼层了吗？黄小黄没给我打电话。那我得赶紧修，先修了不就完了吗？走，多大点事儿？花洒坏了是吧？对，就是花洒，快点。哦。门吗？是不是赵刚子来了？哎呀！哎呀！刚才那声哎呀是你发出的吗？嗯呐。你吓死我了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没说哎呀哎呀的。你紧张啥呀？我啥也没说呢，我就感慨一下你就扶墙了。不是你没事你感叹什么呀？你直接说话不就完了吗？我说我啥也没看见哈。你回来。你干啥？什么你就啥也没看见？你过来，你还今天你就得看我们俩，你过来看。好吧，咋了？你俩缺观众啊？缺什么观众啊？大美，你跟他说一下。我跟你说，你解释清楚。你不用过多解释，这很正常点事儿。小黄，我跟你说哈，是这样的，刚才我想洗个澡，然后就把赵刚子叫来了。解释的有问题，提什么洗澡啊？花洒的事。哦，对，我的花洒坏了。对，你俩洗澡洗坏了？什么？我俩洗澡洗坏了？我俩没洗澡，花洒坏了。那咋坏的呀？不是，他本来就没想洗。对，后来我想洗了。啊、哦！后来我也没有想洗呀、啊。哎呀，你不是这个跟洗澡没有什么关系，大美。你不洗澡花洒坏了吗？洗澡花洒怎么能坏呢？哎呀，你看看，不是你这样，我跟他说，不是大美，大美你别说了，你说了容易乱，你先回去，我来解释这事儿，好吧？一会儿我给你买花洒，好吧？你别忘了，我要上洗澡呢。你放心吧，你回去吧，啊。哎呀。黄小黄，你看什么呀？那个跟那个鸡爪子似的，你至于这样吗？你给我收起来！真是，你别这么神神叨叨的。我跟你解释清楚啊，他呀要洗澡，突然发现花洒坏了，让我给修一下。我一进一打开水，砰，那花洒就崩了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我你还不相信吗？你修他家花洒，你敲我家门干啥呀？哎，不是。不是你打电话让我来的吗？那你怎么去他家了呢？我是先敲了你家门，我敲完你没出来，他先出来了，他截胡了，明白不？不是赵刚子，你心里有点数吗？我那么多电话打给你，你不知道我有急事儿啊？不是你别着急，啥急事儿啊？我们家公司的新产品马上就要面试了，我急需俩模特给我拍平面照片。你需要模特你找我干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模特这我找你给我当模特。别开玩笑，我能当模特吗？你花钱找人家专业模特。你看你也说了，你找模特不得花钱吗？不是，是我是准备花钱，人家模特吧嫌我价钱给的低，人不来。你也看看长啥样，
你知道吗，哥，一点都没有你帅。你知道吗，哥，你在我心里是最帅的男人。我对我的颜值还是有信心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黄小花，我跟你说实在话，在这一点上，你的眼睛还是很独到的，是不是？是，我给你当模特啊！啊，我可不会表演啊，就照几张照片就行。那行，那我给你照几张照片呗。谢谢，行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可是我这女模特我还没找着呢。你就来呗。我不行，就我这个，我哪能当模特啊？你可别开玩笑。是。你这个头是稍微差一点，谁呢？哎，这样，我给你找一个人，这人太合适不过了。你说，我媳妇儿，你大嫂大米粒儿。你霍霍谁呢？能不能认真想？我要那个高的、气质好的、条顺的。大个儿，大个儿，咱小区谁呢？哎，大美。哎，大美行啊，对吧？大美那个个头。那个气质，那个形象，尤其那个，我俩在一起合适。哎，黄小华，黄小华，干什么？黄小华，你出来！你看你怎么说说就急眼了呢？来来来，你出来。赵刚子，哎，我发现你夸大美的时候特别解渴，满嘴都是口水。你看你这人，我这不是为你解决问题吗？那你要这样，你不用大美行吗？你自己找，我不管了，就盯大美了。赵刚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真为我考虑啊，你去说服他。说不好听，你自己的事你跟他说呗。那我说了，他要是拒绝我了，我多尴尬呀。那我要说了，人家拒绝我，我不是也尴尬吗？至少我不尴尬呀。哎呀，这事哥，我求你了，我去不，他这人不好说话，你哥，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，我只身起一片事业，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是是，我知道。你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吗？哎呀呀呀呀呀呀，这怎么抖起来了呢？你根本就不明白我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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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这个小华。小黄，你别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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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受不了这个。行了，你甭管了，这事哥给你办了，哥给你办。谢谢。没事，你回去吧，等好消息。嗯，你放心吧，我这一辈子我就见不得女人哭，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。大美，花洒买来了。哎呀，还没去买呢。哎，来，大美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刚才黄小黄提出来啊，说让咱们两个人给他拍两张照片。让咱俩拍照片啊？啥意思？他要挟咱俩呀？不是，要挟什么呀？人家邀请咱俩，是这样的，他呢有个新产品要上市，需要两个平面模特，一男一女，就希望咱俩来。啊，觉得你好，你放心啊，大美，到时候这个照片一拍完以后，广告一打出来，你到时候你就看吧，大街上啊，商场啊，对吧，都挂着你的照片。我觉得这里边有点问题啊，这么好的事儿，他自己咋不干呢？他找我，他有自知之明，他这个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，那么那个头，啊，那形象，那腿，这玩意儿跟你这没法比，你说呢？真的，他头一回这么有自知之明，我跟你说。是哎，是你说是公交车、地铁都得挂照片是吗？都挂，高速公路上也挂。我这忙我帮他了，这活我接了。你火速飞毛腿，快点，全速前进，买花洒，我要洗澡。不是，不是，等会儿，大美，你过来。咋的？买花洒是来不及了，你现在不用洗澡，你现在正好，你要再洗澡，你就容易太漂亮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你看，多清纯，对吧？天然去雕饰。最好了，我那这样吧，你总得允许我非常简单的普通的化个小淡妆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我等着你。小淡妆，好，马上来哈，我马上就来啊，马上啊，哎，半分钟啊，搞定没？街坊邻居们，我跟你们说，男人就是要帮助女人，对吧？我聪明不聪明？就我这智商，这哥，哎，大美姐呢？搞定了，化个淡妆，马上出来报道。马上把他弄回去。不是，什么情况啊？
哥，我刚才接了个电话，那俩模特打来的，嗯，那个他让我报价，我就报了一个史上最低价，没想到他俩答应了，马上来。你说气人吗？他不能答应啊！他答应他你史上最低价，你不也得花钱吗？我俩不要钱，我俩是白送的。不是，白不白送的？我不寻思他俩是专业的吗？你俩是业余的，万一照片照坏了，我家产品卖不出去，我可伤不起呀、啊。不是你这叫什么事儿？我跟人大美全都说好了，你再跟我说说呗。我怎么说大美那脾气，那不得跟我急眼呐？对呀、啊，你这事儿我可不行。你跟我说说，你自己的事儿。你跟我说，那我去说了，他骂我。我说了，他不也得骂我吗？那至少不骂我呀。王小孩，你没这事儿，我真给大美哥。难道你忘了吗？我一个单身大龄女青年。我支撑起一片事业，我容易吗？你根本就不理解我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多难。哎，好，行了，王小华，你别哭，这怎么还抽上了呢？你别哭啊，这样，你甭管了，我去跟他说。谢谢你哥。没事，你回去吧。啊，你等会儿，万华，一会儿你在屋里啊，不管外边发生什么事儿，出什么动静，你千万别出来。为啥呀？你出来我就死定了，明白不？这事我答应你。你回去吧，你调好吧。我知道这是我的软肋，谁让别人抓住了呢？大美啊，哎呦，怎么样？我这大波浪，看一下怎么样？妩媚吗？我跟你讲哈，头套就这样了，旗袍已经找好了，丝袜也找出来了，啥时候拍？那个，大美啊，这个现在情况有一点变化。咋的了？这个平面模特咱不能给他当了，咱不干了。用啥呀？是这样的，我跟他要点钱，他不给，他一分钱不给咱不能干，不能给他干了。你还管人要钱了？要多少钱呢？一个人10块钱。10块钱？哦，咱俩值10块钱吗？你赶紧跟人说，一分钱都不要啊，免费拍，主要能挂出去就行。赶快跟人说道歉，不要钱，拍。不是，你大美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啊，现在是他提出来你不能戴这个头套。不戴。他说那个旗袍也不能穿。不穿。丝袜也不能穿。光腿。这还不是最重要的、啊、最重要的是他说你这个个头不行。咋的了？我哎呦，你他没看，我跟你说，我有一个法宝，我有个半尺高的高跟鞋，我这嘎一穿上老高了，咔一走老高了，绝对够。我跟你说，大美，现在不是高的问题啊，他现在说这个模特一定要低的。多低呀、啊？个头不能超过1.4米。咦，这好办，拍照片一般都是造假的，我拍的时候我就这样，你知道吧？那不行，一照上身。那不行，人家这是全景，而且主要是拍腿，就要求这腿不能长，一定要短。多短呢？30公分。30公分的腿啊！啊！你拉倒！你知道多30公分多长吗？多长啊？这么长。赵刚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不靠谱，你知道吧？不要钱，还要30公分的腿，就我这大长腿，我还得锯腿呗？你必须锯腿！我跟你说，以后黄小黄这不靠谱的事儿，你不要找我。行，你再找我，我就把你腿给你锯了。你放心吧，我要再找你，你锯我腿。你不靠谱，30公分腿。好的，回去吧。街坊邻居，我聪明不聪明？就我这智商，我跟你说，我太聪明了。刚哥，哎，大美姐呢？放心吧，搞定了，再也不来了。搞出来。什么情况？刚才我
又接了一个电话，还是他俩打来的，在来的路上又接了别的活，不来了我还得用大梅姐。不是，哥，你听我说，我也没想到啊，你就觉得很死吗？这俩模特不来了？不来了。什么破模特？可不嘛，你连职业操守都没有，没有就没有，说不来就不来吗？回头我骂他。把他的电话给我，我给他打，太不像话了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别生气，哎呀，太坑我了，我知道。是不是坑你？这不是坑我吗？这不是？跟人大伟都说好了锯腿，你这玩意儿怎么跟人说呀？你再跟他说说呗。你说什么说的？就锯腿，你这玩意儿。我不说，说完把我腿。难道我有啊？我知道我有软肋。我知道被你抓着了，你不能揉搓呀！你咋这么揉搓？我受不了，知道吗？赵刚子，花洒买没买呢？这等着洗澡呢。大梅姐，小黄，大梅姐，我的天哪，你今天太漂亮了！我的天哪，哎，就你这气质，哎哎，就你我那个模特哈，要有你十分之一，我都烧高香了。不行不行，你那模特要求太特殊。咋特殊了？1.4米。谁说的呀？他说的呀。赵刚子，你咋真没跟你说瞎话？我啥时候说要1.4米的了？你又是我错了。大梅姐，误会误会，你的身高真正好，真正好。身高行了，腿也不合适，我这腿太长了，你要30公分的腿。赵刚子，是他说的吗？就他说的。你啥时候看见陈仁的腿有30公分的？你是不是瞎说？赵刚子。我错了，我是翅膀撑的，我有软肋，我跟你。姐。这模特非你莫属，你太完美了，真的。行，就看你这么有诚意，你知道吧？我这忙我帮了活我接了。行啊，哎，我给你准备了好几身旗袍呢。我家有衣服。哎呀，你上我家看，我家准备的可好看。我要是那收拾，没关系。干啥呢，在这儿？你等着锯腿呢？你赶紧买花洒，我要洗澡。你等会儿。买完花洒，赶紧换身好看的衣服来。别以为我模特不要钱，我就不挑拣。让开！你可都赖他，他一来就出事儿，本来挺好。街坊邻居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说的话：路窄不一定是冤家，就怕碰见俩奇葩。